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想要安全备份资料，时尚潮流外观一把抓，那你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两颗 SSD。Seagate 推出两颗超帅的 SSD， 分别是 Barracuda Fast SSD 以及拥有金属外观炫光的 Firecuda Gaming SSD。两者都有防摔耐震、时尚有型的特色，容量从 500GB 到 2TB 都有。Barracuda Fast SSD 轻巧便携，而且价格亲民。Firecuda Gaming SSD 它更多了金属炫光，而且有 RGB 的自定义灯光。那今天我们就一次开箱两颗，并且给你挑选建议。Let's go。好，先来开箱介绍这款帅到不行的外接 SSD。那它提供 500GB、1TB 以及 2TB 的容量选择。云爸手上的是 2TB 版本，外观采用代表性的凿刻金属机壳，搭配可以自行设定的 RGB LED 灯光。那配件包含 Firecuda Gaming SSD 以及 USB-C 传输线。那整体造型为一体成型的黑色雾面金属外壳，上面所有的文字都采用凿刻金属而非印刷，质感啊非常好。那极简风格，低调奢华，而且非常的轻巧，重量只有142克。Firecuda Gaming SSD 之所以称为电竞 SSD 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它的传输效能为当前最快，只要你的电脑支援 USB 3.2 卷 2×2， 那速度就可以支援 2000Mbps， 也就是 20GB， 让你用外接硬碟跑内接硬碟的速度。第二， Firecuda Gaming SSD 它的自定光效也很特别，只要你在电脑上安装 Seagate Toolkit 的软体，就可以自定义 RGB 的 LED 颜色，而且可以跟 Firecuda Gaming Dock 同步光效，那整个看起来就是炫到不行，创造出沉浸式的情境体验。那么再来，我们来看到另外一款是 Seagate Barracuda Fast SSD。那它正方形的造型，产品重量只有85克。那最上层的外盖是铝合金，侧边金属钻切的反光是暗绿色。当我插电使用的时候，上方会有一条荧光绿的发光 LED， 造型也相当漂亮。不过它的灯只有单色发光，不像 Gaming 系列可以修改。Barracuda 的定位仅次于 Firecuda Gaming SSD， 同样推出 500G、1TB 以及 2TB 的容量选项。那这一款 SATA SSD 每秒速度也是可以高达 540MB， 适合日常使用，可以说是结合效能与价格的产品线。那锁定的族群除了游戏玩家之外，也包含目前最红的影音创作者，所以他还额外送你两个月的 Adobe 订阅计划，以及档案同步备份软体的 Sync Plus， 让你插电脑就自动同步备份重要的专案资料。 Seagate 还随附 USB-C 转 USB-C 的传输线，以及 C 转 A 的传输线，不论是 Mac 或 Windows 都可以轻松备份。两款造型不同，价格不同，定位也不同，那到底怎么挑呢？我建议你就不用太在意外观，因为两颗质感都非常好，都很轻巧。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大量影音资料的传输，或者是工作备份，或者是想要抓了游戏放在外接硬碟，不追求极致的速度，建议你直接挑选 CP 值高的 Barracuda Fast SSD， 它同样轻巧，那价格合理。 2TB 目前的市售价是9590，可是如果你的需求是影音资料存放加即时工作，或者是想要把游戏直接放在外接硬碟来玩，那你就非常吃读取的写入效能，建议你直接上 Firecuda Gaming SSD， 一次到位才不会重复花钱。当然它的价格也比较高， 2TB 目前的市售价是15490。好，以上就是给游戏玩家、影音创作者的外接硬碟选购参考，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我是云爸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